空军是科学化的军种，在日日求新的要求下，机种和装备都不断的换新。像这种操作简便，一个人就可以轻易举起驾驶舱的新式加油车，不仅在亚洲地区我空军是优先使用，就是在美国也只有极少数的基地才拥有这种最好的装备。这种新式加油车有很多优点，加油的装置在底部，既方便又迅速，而且油箱容量大，无论在基地都能做储油和加油之用。另外，它的仪表既简单又准确，再加上自动排档，所以对支援作战有很大的帮助。这种命名为 R5 新式加油车可以适应各种形式的飞机加油，而且不受气候影响，无论在高温度和低温度之下都能照常作业。同时它又有最标准的滤油设备，能确保油料的良好品质，对飞行安全方面可以毫无顾虑。由于我空军在装备和战力上不断的加强和不断的进步，更由于我空军的光荣传统以及历年来辉煌的战果，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反攻胜战中，空军健儿必能打开胜利之门，完成其神圣的任务。